竹叶的方法哈，把它写成字啊，然后就这样看起来，远远看来像是树叶，就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把字融入树叶里面啊，因为那个一般我们的竹子都是这样画这样画，比较没有什么不一样嘛。但是我的书法老师他会说你要画一个比较特殊的啊，就把字画在那个竹叶里面啊，让人家看起来啊不一样，就这样子。我是跟从那个翁坤山老师哦，学了大概快十年了，然后啊，就后来再跟黄茂松老师学习我们的这个重彩的水墨。这次展出的作品呢，总共有50几件，啊，有一些山水啦、书法啦，还有一些花鸟啦，啊，就是展期从11月2号展到11月29号，啊，那欢迎我们朋友哈，可以莅临参观指导，谢谢。Thank you.